让我把妈妈做的菜换成外卖。妈，隔壁红衣跟打起来了，就搁小区门口。把准备好的外卖和妈妈做的菜互换一下。不，你说要吃可乐鸡翅的吗？今天都给我造两个。快吃吧，再不吃都让你爸吃没了。我吃吧。老三，这个鸡翅今天做的可成功了。你俩吃吧，我吃我的。你不吃自己家做的，点什么地沟油啊？还一样呢。我就爱吃这个，有妈妈的味道。拉倒吧，就这土豆丝，我闭眼都比它切的好，还妈妈的味道呢，后妈呀！你不是给我爸吃？你问你爸吃吗？我都不用吃，你知道变肥一下子咋了？低级。你这鸡瞅就像打了激素的鸡，嘚瑟烂干的，不像我这鸡，一看就天天健身。你妈这鸡我吃一辈子我都吃不腻。还尝尝我这个。给爸妈看外卖掉包视频，这是你妈啊？这还是外卖呀？对呀。啊！哎，爸，干啥？喂，what？